猪油捞饭啊！哇！我是阿 Ken， 阿 Ken 是我 ，Ken TV 在这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 Ken， 欢迎回到阿 Ken TV。今天这个周末呢，我就来到这个 Penang 的这个 Art Street， 就是所谓的 Lebo Armenian 这个地方。我们要去找一个很特别的一间店，去做一些很特别的事情。到底是些什么事情呢？等一下，如果去得成的话，再告诉大家吧。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呢，它是一个提供很古老的、很传统的一种服务。这种服务呢，是什么服务呢？这种服务是叫做洗眼睛服务，给大家看啊，就是这里这一间店。OK， 去不成，因为呢，这个星期呢他们在休息，所以呢就 OK 啦，下次有机会的话再拍给大家看啦。现在要去吃我们的晚餐了，我们来吃什么呢？就是猪油渣饭。现在呢，我就来到这个乐波邦代的这间叫做木头车的这个餐室，然后呢吃这个猪油肉饭啊，哇，真的是很香，那个猪油的味道哦。然后呢，上面呢还放了一颗这个太阳蛋，好热。OK， 现在我要吃我的这个猪油肉饭。If you lead the way, then I'll follow wherever your heart wants to be.I'll try to keep up in your shadow, feeling good. 好啦，已经吃完了我的这一个啊猪油肉饭啦，所以呢，现在呢就要去喝一点饮料 ，OK， 然后呢就要去喝这一个爱玉冰，或者是叫做这个青草水。Should be more than a couple.Of hours is not enough. So kiss me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. 好，我们呢就是来这里喝这个青草水跟这个爱玉冰。这一杯青青的呢，就是它的这个青草水了。然后呢，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很经典的呢，就是这里的爱玉冰。最主要呢，它的冰是没有味道的，它的味道呢是在于它的爱玉跟那个柠檬汁。一碗的这个爱玉冰再加这一个这一杯的青草水呢，只需要三令吉40cent。刚才在吃这个爱玉冰的这个地方呢，它的对面呢就是槟城的所谓的信州桥、信里桥、信城桥的这一个地方，所以呢，现在呢我们就要走过去那边呢，就拍一些东西给大家看。现在呢，我就来到这一个信里桥啦。Of hours is not enough, so kiss me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the way it should be. 这一条呢就是信里桥。这个信里桥走到后面呢，就可以看到这个槟城的这个海。OK， 这个海域呢就是槟城和北海之间的这个海来的，所以对岸呢就是北海啦。现在呢我就来到这个信里桥隔壁的信城桥。其实这里这几条的这个算是小巷子里面的屋子呢，就是海上的这些屋子呢还是有人住的，所以你坐在这里呢就不要那么的吵闹，讲话不要那么大声哦，因为会吵到人家。现在呢我们到了这个信州桥，就是最有名的就是这一条信州桥了。为什么它这样有名呢？是因为那个阿牛呢在这里拍过一出戏，那出戏呢就是叫做初恋红豆冰，
是的，初恋红豆冰呢就是在这里拍的啦。I'd ask you to stay if I could. Though my lips are sealed, you still get me. Yeah, you do. 相比起隔壁那两条桥呢，信州桥这里呢，就这个商业气息呢，就显得比较重一点。所以那两旁呢，都可以看到，一些店面、一些店铺在这个地方，就是卖一些手信品啊，一些饮料啊、冰品啊之类的。OK， 基本上呢，这三条桥就是这样子了。然后呢，刚刚呢，现在呢就下起了大雨，所以呢雨越下越大，我们要离开这个地方了。所以今天这个 vlog 呢，就简单的和大家介绍槟城的这一个信州桥、信里桥和这个信城桥哈。好。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，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。总之要 subscribe， 要 like， 要 share 啦哈，我们就下期见，拜拜。